500，500在吗？甩掉一些意识形态。我今天出门的时候，我老婆提醒我，她变了，她说，因为以前都跟我讲说，今天晚上不要再喝醉了，但是，她后来变成说，你今天不要再乱说话了，因为今天开西斋。我开西在，所以我就不能乱说话了。但是，我个人最不理解的是，为什么我有14亿人会接受搓鼻子的感觉？我个人是不行的，所以这个事情应该有一点反应吧。以至于你们接不接受，我是不行的。我自己抽两次，我都快造反了。这些字眼都很斟酌啊，而且有趣味。有没有？我个人是不能忍受。每天搓鼻子的，你可以吗？我现在要唱什么歌呢？我要想想，搓你10000年。是谁？